现在开始腿部仪器操作，待腿部清洁干净之后，消毒所需用到的操作手柄，均匀涂抹产品。腿部操作分三个手法：一、腿部向臀部直线提升；二、腿部打圈；三、腿部横向滑行。现在开始示范。现在开始示范掀体大头。腿部打圈，腿部横向滑行。现在开始示范强声波抱指头。腿部向臀部直线滑行。腿部打圈。腿部向侧处滑行。以此动作重复即可，前腿与后腿动作一样。